昨天你有拿了报名表，对不对？如果呢你还没有填写呢这个报名的，欢迎呢在座的各位好朋友们，待会呢你可以再填一下这报名表，填完之后等一下可以交给我，还有我们这三位的工作人员，可以给大家进修第二次的机会，再四天受训啊。那我想呢，你就跟着新哥呢继续去看看龙潭的卧虎藏龙，那我也会去带各位去再转一圈这个卧虎藏龙的点，因为你昨天看的那个叫做视觉百闻不如一见，你跟着我去转一圈，你会发觉怎么样更精彩，因为我们人是一个视觉动物，昨天你看了就已经觉得不错了，带着你走一圈呢，你会觉得更棒更好，那叫临场感，那叫真实感。好，那今天呢新哥就简单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复述，那我昨天呢那很多的投影片还有机会给大家放，好，我准备在这四天的课程当中再放给各位看，如果大家觉得不错，欢迎你加入，因为我发现我们在座的很多呢都是可以付出额外时间的志工，你来担任我们的导览志工呢，我相信也是做得更好，而且你有精进知识，那么我们这四天呢让大家呢也一样像我这两天前一样提供中间的午餐啊，然后呢在座各位贵宾呢你也可以跟着呢我们一起学习，那真的你可以来我们这四天白吃白吃午餐，然后白学不用付学费，然后呢你可以获得更高更好，那接着呢你会像怎么样我们曾老师这个这么高层级的大师级来迈进，为什么学习成果啊，我就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叙述，希望大家呢成为我们四天的好伙伴，我祝福大家，以上报告，谢谢各位。那接着呢我们请我们的承办人刘香华啊，给大家做最后的一个结论啊，这个曾老师怎么上课，这个曾老师早上有没有上